Hello，大家好，我是永恒。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话呢，各位带来一个三国战记的分在起啊。可以看到呢，左上角啊，路线通行证难度普通。这一期呢是来自于一位大神打的一个白张飞的一个刷分的记录啊。那么呢，咱们来看一看啊，这个以暴力输出为主的白张飞他怎么弹分啊？这里呢可以看到对着一个宋江打了一个 A 狂风式 ，A 狂风式凑了一个八连。之后呢，咱们来看看这里的四个大狗啊，大神的手下呢如何操作。这里呢是先等两个这个大狗过来，勾引他俩走到一起，很明显是要打一个破招。这里呢一起撞，一起这个撞 A 啊，然后呢对着上边打了一个撞 AA 撞 A 的一个十连，之后呢继续把另外一个引过来啊，再继续呢把两个这个大狗啊这凑一个十连。可以看到呢这一个十连呢是有一个80万的一个加分啊，然后呢这个单打一个九连是50万啊，也就是说呢。两个十连有160万啊，这样的话呢会比三个九连要高啊，这就是他这么打的原因。哎呦，这里十连没打上，然后呢第四个大狗再引过来，再跟这个第一优先的大狗啊做一个这个配合，再打一个这个破招的十连，看到是吧？这里呢就跟咱们平时玩的完全不一样了啊，另外的一个套路了，这就是大神刷分的一个手法。之后呢再一路过来呢也就铁甲大点分，所以说呢咱们也就不看了，咱们呢来看一看这个孙姬。孙姬一开场呢，站到下线，对着这个左边的一套连招打一个这个89的一个中式啊。这个中式的话呢，就是说呢，在这个大怪小兵一起打，然后呢，这个大怪所打出的连招跟这个小兵一起打上哪下，就算哪下的分啊。这就是一个中式，很漂亮的一个手法。一是从下线呢位移到上线的一个撞连，二呢就是这个再次往上线位移啊，打到了这个小兵。你看是吧？这个手法还是很漂亮的。好，这里呢继续把小兵清掉，然后呢打一个慢 A， 等这个小兵过来，又是一个中式九连。哎，你看是吧？正常的一个九连是50万，但是呢这么一起打两个九连就是一个啊100万，你看是吧？从65打到74啊，这就是一个100万。然后呢这里继续再打一个中式，好，凑到一起又是一个100万。哎，你看是吧？这就是这个白张飞啊打分的一个精髓。但是呢他这里呢因为这个开的普通难度啊，所以说呢第一关没有铁甲兵。也就没有办法弹铁甲了，在73秒的时候呢击杀了这个孙姬。在这里介绍一下啊，这位大神呢叫做兰博基尼啊，这位大神呢之前是在另外一个平台玩啊，之后呢这个转战游戏之后啊打出了一个白张飞的新纪录啊。然后呢他们这个就是有一个公众号啊，就是专门是这个风云再起这个游戏啊，他们会更新一些这个实时的记录啊，比如说这个各个角色啊，冷门的热门的都会有啊，然后呢也会有一些小科普啊，它是一个微叉的一个公众号，叫做三国风云再起啊。你们如果是喜欢这款游戏的话呢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呢我也是帮他们这个打一打广告啊，是吧？然后呢咱们继续来看大神的表演。第二关的话呢能探分的地方呢就是这儿啊，这棍兵呢单打是八连啊，但是呢如果是这么破招双兵或者三兵一起打，它就是一个九连啊，这样的话呢八连是20万，九连是50万，分数呢就有一个稳步的提升了。之后呢咱们来看看里边这个大狗啊，这个风云再起摊分的话呢肯定是一条路线啊，双马路，然后呢这个电刀北岩。之后呢咱们来看这儿啊，这里呢这个应该也会是打一个像之前那样的破招十连吧，果然这里呢直接拉过来破招了一个十连啊，依然的跟这个前边那个位置啊没有区别。那咱们来继续看啊，在这里的这个破招的 手法啊，这里很漂亮，这是硬生生的用慢 A 拖到了内怪起身啊，然后呢借助内怪进行一个破招。这里呢继续啊来一个先后撞的一个破招，又是一个十连。最后一只豹子啊，咱们来看这个残血的这个第一优先啊，最后能破出一个10万的连段，那这还是一个十连啊。可以看到呢牺牲一个小兵的分不打，这样的话呢连续做十连。OK， 直接跳到双马这儿，剩下的地方呢都跟前面没什么区别了。咱们呢来看这儿，这里呢是来到了十级，对着上面的红马打了一套这个撞 A 起手的一个十连啊，然后呢这里继续逼过了一个突跑，再打一个下下 A 啊，但是呢这个绿马这次没打到。这样呢可以看到呢这个白张的输出有多高是吧，打了这个红驴呢两个十连一个八连就死了。那现在要做的呢就是吃着红驴豹的一个加血，保证自己的血量呢是一个安全的状态，然后呢利用这个剩余的时间，因为这红驴打得非常的快啊，利用这个剩余的时间来刷刷分啊。这里可以看到呢这个酒碗这个道具呢基本是没什么用的，这个因为这个好多人可能看到这儿就会怀疑是吧，这不会玩啊，打个白张飞酒碗都不捡对吧。但是这个能量啊，白张飞这个能量呢对于这个弹粉来讲呢起到的作用呢微乎其微，基本等于没有。好，咱们这里来看吧，现在要做的呢就是八连八连再八连反复八连啊，
尽量呢这个留这个绿马的一个血量啊，然后呢对着小兵打八连，把这个时间呢尽量的给他吃干净啊，让这个打完绿马呢尽量是一个十多秒，然后呢打完前面的四个兵啊，再出三个兵，这样呢十多秒正好用完啊，这是现在要做的。只不过呢这个白张飞啊一次八连的分实在少得可怜，这里想打一个中士啊，因为这个小兵我在前几天的这个教学视频里边说过是吧，红马第一优先，绿马第二优先固定的，然后呢红马死亡之后，后续的小兵补位补第一优先，所以说呢如果这个棍兵跟这个绿马一起打呢也能打出中士的效果，不过这个绿马呢不怎么往上凑啊，绿马这个怪呢比较喜欢隔行出招，跟红马不一样，所以说呢很难能凑到你打的连招位置上，那么呢一般也就是这么20万20万慢慢磨了。这个位置呢想打一下绿马的连盾啊，但是呢绿马一个歪轴错位连不上，这里呢继续走位拉过来再打一个八连，哎下来啊，这里呢是躲避绿马的一次冲击，然后呢继续，哎这个血量就有点难受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还要留这个多一点的血量在下回圆那个位置呢打一点刷分，所以说那血量不能太低，这个绿马死亡之后爆的加血呢基本忽略不计，然后呢再往左走还有一个包子，这就是后边还有的一个加血啊，非常的穷苦，可以说这个位置呢选择把绿马击杀啊，这个时间点呢基本也是快到了，差的不多了，最后呢还有一个八连啊，打一个空阵一个矿工制下不来了吧、啊、还能下来，捡了一个这个祝融令啊，为了保证修建带火看住夏侯渊，然后咱们来看这儿，这里呢会选择一个对着铁甲直接起手的一个八连，往左的一个 AB， 这样呢打一个中士，然后最好留一个忍者吧，哎没有留忍者，打一个忍者的破招，那这样剩的是一个驯兽师宋江，咱们来看啊，六秒钟三个宋江，宋江的话好像正常打是七连，就是撞 A 那么连，然后呢这个破招呢是一个八连，没什么分儿。我来看啊，三兵凑到一起应该是个八连吧，我白张飞打的少啊，但是没记错，果然是八连。好，这里呢往左走看无限铁甲，你们先看着各位，我去取个水去，没有水了。OK 啊，咱们呢回来继续看这个位置呢，是把这个大狗直接拉出来，然后呢跟上边的这个优先的刀兵打一个破招，之后呢再把左上角的大狗拉出来准备继续啊，这两个兵呢一起打一个这个双兵。好，咱们来看啊，这个位置呢没有 A 倒有点可惜，然后呢这狙撞 A 撞 A 再撞 A 再撞 A 九连，因为前面 A 过一下，然后呢就是铁甲的无限刷分了，一个兵20万咱就不看了，倒过去3900万的成绩呢来到了 BOSS 处啊，咱们来看啊，到 BOSS 处呢基本没什么血量了，打一个空阵起手一个九连，就是为了把夏侯渊的血量呢给他尽量的抬高啊，尽量保，哎呦这里是一个出招失误，还好没被夏侯渊打啊，这个血量非常的危险。好，第一波兵这个打死，然后呢咱们来看后续要刷铁甲了，用这个袖剑砍倒两个铁甲一起破招九连， OK 九连打上之后呢，这个再把夏侯渊点倒，再把这铁甲杀死啊，然后呢等这个下一批小兵出来，哎夏侯渊卡住了，还有这事儿不能一直卡住吧，夏侯渊没那么傻呀，果然啊，这里呢你看大怪小兵一起的一个破招，打一个矿工式，打一个 AA 11连，非常的漂亮啊，这一套连招的好处呢是伤害低啊，哎呦这一个飞盘，这个第二个兵啊，第一个兵也被飞到了，不过呢还有一个八连，这里呢修建放倒两个铁甲，但是这两个铁甲刷的位置不好啊，刷到了夏侯渊那里，选择了两个铁甲分开打八连啊，像他这些大神玩呢就是关你处呢最好是双兵一起打，但是呢这个实在没有办法，也这么只能单掰开啊，讲究的是一个灵活，刚说完讲究的是一个灵活就从对面脸上去了，那这个血量就有点纠结了，如果说你直接给他杀掉，那么呢怪物这个剩的时间还比较多，时间就浪费了，但如果你不杀你又没血了，所以说呢这里呢迫于无奈把夏侯渊击杀了。实际上呢这个夏侯渊啊亏了一些分数啊，不然的话呢这个时间还能多打几局小兵啊，不过血量不允许，这位置呢出门又是破了一个十连，然后呢这里继续在顶，所有兵凑到一起，这个位置呢既有破招又有中士啊，这一套连招就是非常顶级了啊。好，咱们这里呢接着往前啊，来看前面这几个兵的处理， OK 这个位置呢是往前拉等这个宋江，哎这里劈倒了，我们来看啊，这是为了一个破招十一连吗，漂亮，利用这个大狗加宋江的破招是一连啊，这个位置呢没有选择打，没有选择往前拉一步，这里看一眼广告牌吗，没有看，这里呢直接反撞，这个左边兵能让连吗，还行，给个面子啊，还让连了啊，然后呢这里直接单拉
哎，这里居然不是他拉，咱们来看看这里想怎么打，撞，反撞，拉下来，准备打一个破招，走，一个撞的一个破招，然后呢打一个十连啊，那这样的话呢，利用破招多打了一连的分儿。最后呢，继续过来看看这个铁驴啊，来看看这两个铁驴的一个十一连，空振起手，利用三 A 倒地啊。前面呢，我在教学里也说过是吧？利用三 A 倒地，然后呢自破招打一个十一连，这个位置呢也是同样，张飞的十一连是一个110万啊，577应该会到588，你看是吧？这是张飞的分数，然后横着走之后呢，进来看看这里这个胖狗的这个大洞。选择一个中式啊，这就是一个中式的双九，同时呢破招再打一个九，也就是说呢这两个大狗打了三个九连，你这么理解就完事了。这就是比这个一般玩家呢一个一个大狗打多了一个九连，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冲撞的一个失误，有点可惜。然后呢继续破招再打一个九连啊，如果不失误的话呢会比九连的这个连段高。这个位置呢九不没用，直接让他跑啊，这样呢这个小兵就不会留下来作为战斗单位，咱们呢少一个敌人就可以把三个大狗聚到一起，一个五撞，漂亮。这里呢是一个标准的白张飞五撞十一连。好，咱们来看这个 BOSS 处啊，这个 BOSS 处的话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摊分点的。首先第一个摊分点呢就是梦幽在场的时候啊，这个时间99秒，把这个时间呢尽量打到0秒，然后呢把这个梦幽的血量压到半血以下，这样呢曹彰就会登场再次刷新99秒，两个99秒啊，这就是这个地图。好，那咱们呢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个地图。这里呢裸笑反应很快啊，这非常漂亮。第一跳躲掉对面笑的眩晕，第二防躲掉对面的推车，可以的。哎，这个位置呢机智的 AB 啊，但是实际呢刚才有点慌乱了，刚才如果临危不乱的话呢还能打到九连，不过呢这个梦游这个斜冲实在是太快了。这里呢袖剑放倒，小兵没过来有点可惜，直接补一个九连，两跳躲车，然后呢点一下小兵直接跑对面攻击了。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梦游的这个攻击欲望还是很强的，然后这个位置呢小火把兵打不了分，直接击杀，然后呢再用修剑打，这里呢继续撞顶撞顶，打一个这个破招十连啊。就张飞目前为止打的这个分啊，7100万呢，可能这个好多玩家玩这个白张飞啊，基本上呢都是一局游戏下来呢很难能搞定是吧。大神这里呢仅仅到第三关啊，之后呢咱们这里呢继续打这个大狗，利用下下 A 把这个梦游顶倒，这个位置呢看看笑不笑吧，没笑，但是大狗的位置没抓好。哎，这个梦游这是不能卡住吧，这个位置卡不了啊，这个梦游没有卡点啊，跳踢，然后呢继续打反撞，没有连啊，八连不加分啊，火秀剑两个一起撞，利用先后破招打这个大狗的十连，非常的牛逼。然后呢继续啊，这个分你可以看到来得很慢啊，这个风云再起的话呢，这个刷分的这几个人物啊，这个等级大概怎么分呢，就是首先因为他这里一直这么反复刷小兵啊，没什么可说的，咱们说一下别的话题吧。首先呢就分梯队啊，第一梯队的话呢都是5亿6亿以上的变态，也就是呢这个风云再起四大高分人物啊，这个魔渣、诸葛、白黄、赵云啊，这几个人里边呢赵云的能力呢相对弱一点啊，相对弱一点，其他那三个呢都是6亿往上。赵云的话呢，目前为止呢应该是算是6亿啊，算是6亿。然后这个位置呢是对这个梦幽起了一个杀心啊，直接杀掉。这样的话呢，曹彰登场刷新99秒，接着干啊。之后这个梦幽令是必须得拿的，这个梦幽令的话呢，作用呢就是卡住索斯，然后呢这个刷索斯那儿的一个大狗。然后这个曹彰这里呢就是以清这个大狗啊为主了，就这一个90万，其他小兵基本没分。然后咱们继续来唠啊，这个第二梯队的人物呢都是3亿多啊，这个3亿多降8到4亿，大概这个水平线的啊。第二梯队的话呢应该就是谁呢，这个白张飞和那个真黄宗啊，应该就是这俩人。紧接着呢第三梯队呢都是2亿出头或者2亿多的人物，但是呢这里呢也有这个分别，比如说呢这个都是2亿多的人物呢，这个谁，这个关羽跟貂蝉可能呢这个观赏性就稍微差一点，因为两个人呢只有飞龙在天跟天女散花，但是的话呢这个张辽跟陆逊啊这些角色呢就会比较的花式一点，包括这个马超也属于这个比较单调的一个系列，不过呢马超可能比这个谁，比这个关羽跟这个貂蝉还能这个顺畅一点啊。这就是这个摊分大概分的几个档啊，这几个人物分的几个档，然后呢最次的可能就是那个叔叔了，摊分这个能力又低啊，然后呢这个整体上手操作难度又高啊，但是呢你不得不说啊，徐楚的这个要求的技术含量还是很高的，不过呢人物太过冷门，能玩徐楚的大神啊用这个手指头都能掰过来。
这就是大概这个游戏《风云再起》这个游戏啊刷分的人物啊几个这个分类。好，咱们这里呢继续来看啊，可以看到呢分类介绍完毕之后，这关呢依然没有打完，8000万满级啊，然后呢讲了这个第二命。好，这位置呢继续把剩余的时间打完，曹彰这是卡住了，曹彰这个位置呢半天，哟，这事不赖我吧？曹彰一般卡在这个位置半天才会出来啊，但是他这里出来的有点快了。好，咱们这里呢继续把小兵击杀啊，然后呢接着来。一个火球剑大狗啊，每次呢在大狗出来之前呢肯定用一招放倒这个 boss 啊，因为这个大狗呢就是弹分的一个主力了。这里呢打一个失忆连，看来是要收了啊，没收那可能看来还想打一只，还想来一只狗，但是这只狗的话呢你就看不了曹彰了，因为扒了一下就死了。他这里呢是要把曹彰直接打死再打大狗，但是呢曹彰跑了，因祸得福，还能打一只大狗。你看这个玩意儿是吧，土雷炸开场，哎，这个时间基本上已经掌握极限了，但是呢这个还差一丝有点可惜，最后一个50万没了，正好也是到秒了啊，少打一只兵吧，已经很牛逼了，8500万啊，过这个第三关。好，咱们来看下一关，这里呢从这个大熊密室出来啊，直接呢对着下边的大狗破招打了个失联，前面有三个水兵，不，前面有四个水兵，我们来看看这四个水兵怎么处理啊，这四个水兵不太好处理，因为这四个水兵呢有往前的有后退的，然后呢这个走位还不一样，所以说呢这四个水兵啊，咱看一看啊，862能打多少分吧。这里呢直接一个空阵起手想打一个中式，哎，没打到，只打到一个9连的中式，但是呢打了一个破招，这样的话呢两兵相当于打了2.5的9连，最后这个9连没来，那这样的话呢四个兵呢是依次凑够了这个4个9连，哎，这个位置呢是打了一个破招10连，很牛逼啊，然后呢继续往前走，吃一口这个可有可无的小草，拖一个兵啊，拖一个兵来看看这儿吧，这对于这个白张飞来讲呢都是大分啊。白张飞这个人物呢走下路肯定是比走上路要刷分的，因为这个人呢打这个动物刷的分比较多，打这个人形的怪啊除了这个水兵以外最高也就是8连了，我这是不破招的情况之下，所以说呢这个下路呢动物又多还有一手幻境啊，是值得这个白张飞一来的。这里呢继续破招打一个9连、啊、然后呢这个把这个大狗引出来了，咱们来看这儿啊，这儿呢是想用这个大狗跟这个水兵破招，没破上啊，大狗是第一优先啊，这个水兵就在跑就在搅和，这个位置破不了了，不敢看了，狗来太慢了，然后呢直接出场反撞，哎，得亏那个豹子没跳，豹子如果跳就出事了，反撞的一个9连，但是呢有一只这个胖狗打飞了，有点可惜啊，最后呢对着这个水兵打一个 A 下下 A， 想破一个9连，但是血量不够了，只够个7连。好，那咱们来看沙漠科吧，之后呢视频的上部就给各位呢带到沙漠科的结束，视频的下部呢再把剩余的这个关卡全部带完，咱们呢顺道一起来看看这个大神最终能打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啊。白张飞这个人物呢确实啊刷分的能力呢一般啊，一般，因为本身的攻击力太高了。好，这个位置呢第一个大狗破招10连，第二个大狗原地9连，然后接着顶，这个白张飞理论来讲应该也是天王难度打的分高吧，之后呢这里利用这个土雷啊打这个沙漠科不掉血的一个属性，打这个怪的一个这个不打这怪去了，打这个 boss 的一个看兵，你看是吧，跳皮跟土雷换着用，这里呢打一个9连，直接跳皮既能躲过沙漠科的效又能打完9连，你看是吧，很有操作，然后呢这就是节奏啊，你看是吧，我以前玩这个限制的时候呢常说节奏，你看这个大神打这个摊分的时候节奏更好，看见了吧，一批 boss 一批小兵啊，看小兵死完一会儿之后快刷兵了， boss 放倒， boss 放倒期间一趟连招打完了，然后小兵死了 boss 站起来了再给 boss 打倒，看见了吧，然后呢再刷小兵， boss 起来之后呢如果效还有办法躲再打输出然后再放倒，这就是我所说的节奏，你看是吧，你可以看到呢大神这种节奏呢打摊分都这么淋漓尽致啊，如果是打通关你对吧，把这个大怪放倒打小兵啊，那这早就给大怪打死了，对不对，所以说呢一直我在教学里边呢跟各位提啊，打 boss 有一个好的节奏指的就是这个，虽然 boss 小兵同时在场，但是呢你可以凭借你对怪的一个控制让这两个啊敌人分开，他站着站着他就得躺着啊，他躺着他就得站着，就这样，这里呢又是一个破招10连，然后呢跳踢放倒，赶紧趁着倒地就揍这个大狗，看见了吧，然后呢继续躲笑再放倒，利用倒地再揍这个大狗，哎，这节奏多完美，看完整，尤其这个沙漠科啊是目前为止呢重 boss 里边发挥最好，这个位置只能扒了吧，哎，还那么久，牛逼啊，他这里第一下是空阵起的啊，最后呢给自己留了一个9连的一个血啊，1亿了，
啊，一个亿了。然后呢，继续跳踢，哎，大狗飞了，这就没着了。然后呢，这里来反向修建，哎，这里没有反向修建，往上窜了一步。我以为刚才那个字是要反向修建的。这个位置呢，继续跳皮放倒，再来一只大狗，已经摊了多少只大狗了？有没有人查过？一只是50万。那这里继续再来，好。最后啊，这个会在这个时间所剩无几的时候呢，把这个沙漠杀掉啊。沙漠还是一套连招的分儿。这里继续跳皮躲笑，哎，来了，要起杀手了，10秒又到了，打一个这个十连，没死啊，那这就张灵剑了吧？这里跳皮打一个这个啥，这个叫这个4招 H 收完，然后跳踢狂风式，4台狂风式收掉，不紧不慢，不慌不张啊。最后呢，再把这个大狗给他打上，好，一个反撞拿下。令牌捡不捡无所谓啊，主要是加血。那么好吧，我是本期解说永恒，喜欢记得点赞，下部不见不散，拜拜。